不行。想吃披萨？那个昨晚上那两个挺好的。还有哪个来着？一个他点的那个。哦。铁巴子。姐姐是要汇款的哦，她已经给我了。啊，这么快？什么时候？这都什么畸形审美啊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也不知道。姐姐墨镜戴一下。姐姐有个小弟真好。小弟你再站一下，你再站一下，你他喵的，你还看不到我。还要拍照片吗？欢迎我先走走，我生气了，你不哄我，我不好哦。快来坐在姐姐边上一起拍。你玩手机，我的手机，停。姐姐往我这边看一下。哎呀，抓风了。然后你再看一下其他的。稍微这样子，上脸上了这边，拍。快去指导一下，去指导一下。哎，我来的给你师傅。为什么你们这里是？啊？我们这。什么？哎呀，昨天教的我忘了，滑还有一个是拉，是这里那里，拉。小路子。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碱水面包。哎，碱水面包。这没有罐。不，扇子可以。扇子可以，你。没事，坐着呗。不同的方向，大脸瞪小眼了，不知道该看哪里。OK， 我觉得四倍有点多了。哇，好看！拍照。发群里。那个小猫呢？让它上来呗。猫呢？猫好像生病了，眼睛有点。你要哪个？这个是你们要不要试一下？柠檬cello是这里那个柠檬，也不是这边的。我的呢？你的是你的。你们听到吗？我跟你一样是谁？知道。我不喝的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先放哪里？哪个字？哪个字？还要帮你坐着帮你拍吧？不是啊。不是啊。墨镜戴上。墨镜戴上。墨镜戴上，不想让你。拍出姐姐的感觉。这里叫日落，日落酒店是真的有道理。对呀、啊。嗯？什么？日落酒店。能假装喝一下吗？我假装喝一下。对，假装喝一下，不是说真喝。这是。喝也不是，不是也不是。为什么要我来？你让一下小伙子。你他喵！你可以离吸管有一段距离。为什么？我操！你别拍龙啊！要我来，我有点搞不懂。假装他有女朋友。是这个样子吗，小吴？是这个样子吗，小吴？小吴啊，怎么说？我不是刚解释一下，小吴。没有，练熟给未来女朋友。哎呀，还可以、啊。给未来女朋友给他，嗯。宝，那龙，我要不在这儿，他也不好意思让叫莫妮卡呀。嗯，那我女朋友拍下来。好，走开。你走开。你要来这边吗？
起来。我管他老吴了，以后有人出现以后就不要我了。今晚给他吊下去。怎么拍呢？来指导一下动作。自若的男人，你的喵，就你最爱吃了，每次不想吃。你的喵，你是对着我干的是吧？你就正常操作，你想干嘛就干嘛。我想干嘛我就干嘛。我会自己找司机拍的。那你还不学啊？不要找了，别拍了，真的别拍了，我求你了，别拍了。没事，你就干你的事情就行了。全删了，不满意全删了。没有，有些还是可以的。